鱿鱼丢入油锅炸的金黄酥脆，号称国民经典美食的咸酥鸡外送平台也有卖，不满意还有退货机制，但有业者质疑客人因此钻漏洞。一名咸酥鸡店业者在脸书 po 文，他说虽然外送软体会自行吸收费用，但这就是一个不爽的感觉，有客人点咸酥鸡竟然嫌太油要求退款，质疑是同一人想吃霸王餐，因为连续三张订单都被退。先从这张订单看到，内容有柳叶鱼、香菇、五谷咸酥鸡等等，但另外两个订单更相似，几乎一模一样，第二张订单只多了一份豆干，订单的退货原因都显示未满足餐点要求，最后还放上餐点照片，意见写下太油了，这样应该是蛮 OK 的，就是大家赚钱都很辛苦，就不要这样子对店家。业者真的气炸，觉得遇到奥客，甚至还抛出客人拍的照片自清，说上面的纸袋明明就是干的，怎么会跟他说太油呢？要怎么防范？其他业者也有不同配播。比较大量的话呢，比如说像是团购，那超过1000元以上的呢，我们呢会自行配送，而自行配送的部分大部分是都已经有尝试过我们的产品，对我们的产品呢是熟悉的。外送服务行业者设法自保，避免遇到奥客，也少掉一些消费纠纷。在一新闻台记者张耀轩台北报道。